下面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无极桩的基本要领。首先呢，我们介绍一下脚步的要领，请大家看我的脚步。首先，我们左脚向左侧迈出。那迈出去之后，这个两脚是平行状态，两脚平行。 那距离呢，大概在，两肩之间的距离，也就是两脚外侧和两个肩膀之间的这个距离呢是等距离。然后呢，我们让身体放松。身体放松的时候，可以用一步到位法就做到放松。请大家看一下哈，我们先把它站直，然后轻轻往下一坐。站直了以后。 轻轻往下一坐，膝盖弯曲，踝关节弯曲，髋关节弯曲。我们再做一遍啊，站立起来以后，轻轻往下一坐。随着这个动作呢，全身就跟着放松了。那么做完这个动作以后，注意呢，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心态呢是很放松的，心态是很宁静的。 身体呢是很舒适的，然后轻轻呢可以把眼神收回来，轻轻的闭上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无极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领和要求。下面。 我们来练习太极拳的无极桩，全身。 放松，内心清静，大脑休息，面带微笑，腰胯放松。 舌舔上颚，肩背放松，全身放松，意存丹田。 面带微笑，身体放松，内心清静，大脑休息，请收拾。 好，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，太极拳练习的一个预备动作啊，叫抬腿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下，请大家观察啊，抬腿。那抬腿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呢，首先是把膝盖轻轻的抬起来，然后呢，膝盖轻轻的落下。那随着膝盖的抬动。 和落下，手臂呢也随之而轻轻的抬动和落下。好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轻轻的抬腿。
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请收视。好，下面我们练习一下踢腿的动作。那大家练习荡腿动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继续呢用踢腿的方法来活动啊。我们不跟着一起呢来练习荡腿的动作。那练习荡腿动作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一定要循序渐进啊，不要一开始就踢得很高，荡得很高，微微的荡就可以了啊。比如说我在这荡的时候，大家看是吧？也是首先要站稳啊，站稳了以后，我们先荡，如果先荡右脚的话，你就要左脚呢要站稳啊，然后脚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荡，循序渐进，让身体慢慢的松开，是吧？然后松开了以后，可以逐渐的加刀加高加高加高。我换过来从这个侧面，请大家也看一下，是吧？首先要站稳，我们要是荡左腿的话啊，要循序渐进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要低一点，然后随着放松了以后逐渐的加高。下面我们做一下荡腿的动作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
请换腿，预备开始。请收拾。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转胯的基本要领。首先呢，这个是我们要两脚平行，左脚向左侧迈出，保持呢两脚平行状态。那这个两脚的宽度呢，这一般来讲要超过肩膀的宽度，但是呢不要超过肩膀的 1.5 倍宽啊。如果我的肩膀是这么宽，那你不要超过 1.5 倍宽，大概是这么个位置，站到一个合适的位置。那刚开始练习的人步子不要迈得太大，稍微小一点也可以。还有呢，年长的朋友啊，体弱的朋友啊，步子呢刚开始稍微小一点，宽度不要那么宽都可以，要两脚平行，然后将自己的手背到自己的背后，手背到自己的背后。那手背到背后的时候，用手背摁住自己的腰眼儿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是吧？向左侧迈出，把手背到后背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动作。那么我们下面来看，这个身体呢是向左右移动。用身体左右移动的同时，还微微的转动，来，腰胯的左右移动和左右转动，带动上身左右移动，左右转动。好，下面我再转过来做一遍，请大家看一下。左右移动，左右转动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动作。下面我们练习一下转胯的动作。好，预备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注意，要腰胯放松，用自己的腰胯带动身体左右移动和转动，上身随着腰胯一起移动和转动，身体放松，面带微笑。
请收势。好，下面我们轻轻的抬腿，抬八下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定步云手的定式啊，云手定式。好，左脚向左侧迈出，身体放松，腰胯放松，预备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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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们再来做几遍。一、二，放松。三、放松，四，放松，一，放松，二，放松，三，放松，四，放松，一，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请收势。好，下面请大家来抬腿八下，我们再放松一下腿部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收势。好，下面
我们来介绍云手定式的基本姿势。首先我们看自己的脚啊，这个脚呢啊，首先站稳了以后，把左脚轻轻地抬起来，向左侧迈出。那距离呢可以比肩膀要宽一点，但是不要超过肩膀的 1.5 倍的宽度。然后我们请大家看这两只手啊，这第一个手手型摆在这里，第二个手型摆在这里，然后回过头来，这个手型摆在这里，再往下，这个手型摆在这里，回来回到中间啊，这是四个点的基本手型。我再做一遍，请大家看。第一个点，第二个点，第三个点，第四个点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定步云手的定式啊，云手定式。左脚向左侧迈出，身体放松，腰胯放松，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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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们再来做几遍，一、二，放松，三，放松，四，放松，一、放松，二，放松，三，放松，四，放松，一，二，三，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
性收势。好，请大家一起轻轻抬腿，抬八下，预备，开始。收势，好，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步步禅。好，步步禅，准备，请把两只手背到背后，用手背捂住自己的两个腰眼儿。预备，
二，三，四，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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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，三，四，我们再来做几遍。一，二，放松，三，放松，四，放松，一，放松，二，放松，三，放松，四，放松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请收拾。
请把眼睛慢慢睁开，啊，大大的睁开一次，再恢复自然。好，那我们的太极拳练习就到此结束，感谢各位拳友的参与，谢谢大家。